应采儿为何不生二胎？真正原因竟然这么心酸。香港男星陈小春带着儿子 Jasper 上《爸爸去哪儿五》，结果 Jasper 的可爱与软萌征服了大批粉丝，使得他与太太应采儿也跟着再次翻红。网友们也因为 Jasper 太可爱，不断鼓吹应采儿再生一个。应采儿之前都回应，万一女儿长得像陈小春怎么办？日前他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却意外吐露实情，他说与陈小春结婚至今7年，感情淡了，自然生不出来了。应采儿年纪比陈小春小16岁，两人自从结婚以来一直都是演艺圈中备受羡慕的模范夫妻。应采儿在陈小春演唱会上的公开示爱俏皮影像更是在网络上不断流传。最近两人也因为儿子 Jasper 在《爸爸去哪儿五》中的可爱模样而再度翻红。陈小春更因为在节目中对刘畊宏的女儿小泡芙表现出的疼爱，而使得大批网友呼吁应采儿再拼一个女儿。应采儿也在节目上被问起这个话题，他坦诚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肯定就淡了，二胎就生不出来。没想到节目上年仅8岁的小嘉宾竟然回他，感情变淡了，你可以尝试去宾馆啊。应采儿听了露出尴尬表情，小师傅，你知道得太多了。